我们结合工作实际和台湾同胞在福建就业、创业、参加社会保险等实际需求，研究制定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政策措施，支持福建打造台胞就业创业优选地，吸引台胞来闽就业创业，将在闽就业创业的台胞纳入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均等享受政策咨询、职业介绍、创业孵化、职业培训等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支持高校台湾毕业生来闽就业创业，对自主创业并符合条件的可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同时积极创建台胞公共就业服务示范窗口，优化高校台湾毕业生档案服务，促进闽台职业技能领域交流互鉴。